样了？一点进展也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还是老样子，一直胡言乱语的。要不我做些什么？我看呢，你还是帮我去找人吧。寇桑到现在还没出现。要找寇桑？这，哎，这份档案就是我们这山上的流动人口资料，也许能从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。你拿去过滤一下。嗯。玉莲姐，嗯，阿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疑点，但是想不通。阿蛮一直说他杀了人，可是胡大哥又坚持不肯相信。其实呢，阿蛮是个好人，我也不相信他杀了人，除非是阿蛮不可能杀人。可是经过小秋把户籍资料重新整理过滤一遍之后，除了寇桑不应该这么多天不露面之外，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疑点了。那么地瓜呢？他到哪去了？他怎么突然也不见了？我想他可能出去进货了吧，他不是常跑来跑去的吗？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阿蛮吧。他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？我真搞不懂，阿蛮他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？难道说阿蛮真的杀了人呢？你认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疑点，我们没有注意到才对。你干嘛累成这个样子呢？要搜山，你也多找几个人嘛。哎，像你这样自己东跑西跑的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小虎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回事啊？我到山上去巡逻，发现他掉进水潭里了，弄得全身湿淋淋的，还受了伤的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换套衣服，顺便擦个药。蚂蚁，你这人也真是的，都这么大了还跟孩子一样。小虎受了伤，不知道去安慰他几句，还在这逗他。哼。哎，要对不起。小虎跟阿蛮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想没什么关系吧。小虎这个孩子啊，成天只知道在外面晃荡，也不愿意去上学。哎，也真可怜，从小就没了父母。啊！哎，那他怎么老是口口声声提到阿蛮呢？阿蛮一直对他很好啊。哦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小虎刚才跟我提到漂亮叔叔的事哦。漂亮叔叔？胡警官在不在？大概是在医院吧。胡平，我正要到医院去找你呢。有什么事吗？球球找到人了，地瓜的尸体也挖到了。哦，哎，的确是阿蛮说的那个地方。哎，嗯，照这么看起来，阿蛮当初所说的都是实情吧。嗯，应该没错。我们先进去再说吧，走。你怎么狠得下心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玉莲姐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走了。我一路上跟他谈了很多，我觉得不完全是他的错。嗯，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其实寇桑这个人，他的本心并不坏，错在他没有去爱一个需要爱的女人。